你不行，心情不要分心了，别管他。 你看什么呢？好巧啊！你替我解释，我真的不是不相信你，我也不是来搞破坏的，真的。我给儿子买玩具的。你别生气嘛！真的，你别生气。蔡总，如果说真的如曹木所说的， 您参加 MBO 是因为 我是您的相亲对象的话， 我觉得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，我现在有男朋友了，正式向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干嘛？ 有那么高兴吗？当然高兴。刘辉，我跟你说，你刚才不知道你有，太帅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我的男朋友。绝了！您还是稍微收敛一点吧，这要让蔡总看到了，觉得自己的投资人这么的幼稚，他该反悔了。他羡慕还来不及呢，还后悔。 跟踪这种事情，您干出来不觉得丢人吗？那丢人总比丢媳妇儿好吧？您怎么那么有理啊？那你别生气啊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想来看看这蔡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跟我比差多少。人家为什么就得比你差，也没比你差，你怎么那么有自信？本来呢是没差多少，但是在我看到你看他的眼神之后呢，差挺多。为什么？ 因为你的眼神里只有我，没有他，就像我的眼神里只有你一样。你真会说。哎，不过这蔡文斌知道咱俩的关系了，这估计这河海人很快就知道了，到时候整个百安就知道了，对吧？知道就知道嘛，反正迟早要告诉他们的。哎呦。 都为了，心情烦不烦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又坏了呀！哎，小军，小军，救命啊！那陈佳琪，我要是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也怪我，前几天我看到水龙头就要坏啊。 但我最近客户有点多，所以就没来得及换。我发现自从你来我家之后，我们家所有东西都开始坏，一样样的欺负我。那说明我魅力大，他们都被我征服。所以，你有没有被我征服啊？还差一点，好像。 怎么样，想好给程启让多大一个惊喜了吗？我之前跟曹木聊过，我们目前能拿出来竞标的资金有13.3亿，但是百安的市值，程启让肯定一早就估算过了。我们说的太少，他肯定不会相信，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。对，所以要给他一个既让他觉得合理， 又在他心理范围之内的价格，这样才更容易让他相信。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心理价位啊？估算一个公司的市值和流动资金是我的强项，好吗？据我估算，观潮现在最多能用的资金不超过13个亿。十二。
12.9。这个价格一出，他就必须孤注一掷，而且更容易让他相信。曹木说，我们这次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拉到了你这个大股东。我现在总算是信了。什么意思？之前还怀疑过。那当然不是，我之前就知道你非常厉害，但是也没有想到你这么厉害。是吗？那看来以后……哎，你干嘛关我手机啊？我得好好表现表现。今天下午就被他打断了。怎么还有你啊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比我还兴奋。不行，心情。不要分心了，别管他。就猜到你在这儿，我觉得心里很烦，然后走着走着就到这儿来了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是不可能跟他共事的，既然他过来了，我就辞职吧。要不然我是不去蓝鸟的。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，我这么厉害，好多公司都抢着要呢，我还得仔细挑选一下去哪家。对对对，万一有一天我失业了，还得靠你养着我。那你想得美，你让全全养你吧。向右转，老婆加油，老公永远支持你。妈咪加油，妈咪我也永远支持你，还会爱你。哎呦，刚刚没说有这句，我更爱你。妈咪，我给你背包，司机送我上学。遵命。哎，走喽。老婆别怕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有我。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而且应该怕的是他吧。走了。是命运的绳索，记住了你。美慧，像旧梦又触摸。怎么了？黑眼里重蹈覆辙，当无悔的滂沱，大雨般倾盆降落，那一刻心都被淹没。在欧贝泽，晚上家里见。